老公婚前婚后差很大。婚前我忘记带东西了，他就好我帮你送去。那时候我说他会不会觉得我记忆力很不好这样？怎么会呢？小迷糊，太可爱了。钥匙放在楼上，我怎么不连你的头也忘记带出门了？他有的时候电车已经出去到大马路，手机忘了带。一般人第一天是这样呢，第二天是不是他会有一点印象？今天晚上10点，小金打更班。